大家会一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可以。他哦。殊不知，其实他只是不想听我的意见，不想听我的意见这样。上个月去彰化玩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那你来彰化，你想要吃什么晚餐？”这样，我说：“那我们都来彰化了，我很想要吃小吃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好，我订好今天晚上的餐厅了。”你讲的话他就没在听，他没在听，他喜欢烤肉，我也不用问你嘛。对，然后这种戏码每天都会上演，还是要问一下。假装尊重，没有问一下，然后尊重他一下，然后他回答的答案不是我心里面的答案，我就会跟他说服这样。他没有说服我，像上礼拜他问我说小孩要去哪里玩，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去信义去晃一晃。然后他车好，然后车子开出来他就开到台中的。他们在玩什么？他都这样子啊。在玩什么呢？我多此一问。像我们出国啊，从那个飞机到那个机场，然后他就说：“看一看，请你拿牙。”沿路不准上厕所，因为我们要赶快出关。你不太像双鱼座，双鱼座其实是很随机。哪有？哪里没有？我就双鱼座的、啊，就很随机，就浪漫随机，不要节奏那么快。他节奏好。节奏很快。快啊，对啊，回到家还是快，什么事都快。讲好讲好。所以平常家里都下厨，每天超级下厨的。我最喜欢哦。啊。平常会他在做菜的时候，你会进去指挥吗？不行，这个部分就不能指挥他了，他会叫我走开。烧肉，像有点像日式烧肉饭有没有？他都会煮。所以你是收服他的胃？嗯，全部人也有。